到了，这位先生，请下车吧。这是花街。怎么想到来买花？省的副教授整天说我们家徒四壁，所以家徒四壁要用鲜花来装点，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爱好。那当然。我知道您要一束百合。不，现在不需要了。嗯，拿点雏菊、天竺葵，再来点南天竺什么的。哎，好嘞。你果然很听你母亲的话，男孩要懂花。其实我母亲还说了另外半句。是什么？她说男孩不懂花，以后一定骗不到老婆回家。那幸好你认真学了。嗯，这次不用百合了。没事，这个算送你的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谢谢。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等等，我记得王朝说你在花街尽头的小墓园里面给我立了一块碑，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那走吧。生辰年月没有，照片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名字。为才认识几天的人埋地里碑，他还真是重重的过了头。这个墓碑我忘记让管理员撤掉了。不用，就留在这里吧。不会觉得不吉利吗？留着吧，万一哪天我先走一步还能用得上。你怎么对生活这么没信心呢？世事无常吗？要有信心呐。信心就有用了吗？就算不信心，你可以信我。好啊。晋江文学城长耳原作，猫耳 FM 出品，光合积木录制，现代刑侦广播剧《犯罪心理》第一季第六集。明天你要去永川参加同学聚会。是啊，明天是老爷子60大寿，老夫昨天特意过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能教出你和富豪，老爷子一定非常有趣。是，老爷子真的很有意思。那你一个人去永川没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？总觉得像你这样的体质出门不出事好像不太可能。这话真叫我不知道怎么接。你是在永川大学念的书？对啊。永川大学是国内最老牌的私立大学，你还是从王牌专业毕业，那真是高材生了。是啊，我读书比较好而已。我记得永川好像是陈家的地盘。只是老师生日加同学聚会而已。陈家人似乎手里有一点永川大学的股份。我只是去吃顿饭住一夜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这也说不准啊。总之有事打我电话。希望还是不用打吧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们参加寿宴。是苏老先生的60大寿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在3楼，请您跟我来。好。这是永川 CBD 标志景点，洪湖就跟他家景观水池似的。怪不得那些有钱人都喜欢来这儿聚会。嗯。到了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师妹，我坐下，真不给钱，这就别登记了吧。那可不行，老爷子说了都得记下来。
师兄，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没带啊？要带什么？寿礼呀、啊！你是不知道，郑东东他们那帮人刚一直在群里炫耀给老爷子的寿礼。我已经看到了灵芝、人参、寿山石印章。哎，郑东东同志本人还准备了一套八扇的黄花梨寿瓶。郑东东是谁？东东，等一下，可得好好的喝一杯。你小子现在不简单呢、啊哎。哪里哪里，科五岳旗下的洲际酒店 啊，现在算是永川最好的酒店了。郑东东现在混到了科恩五岳的总经理，他这种不炫耀会死的人，直接给老爷子包下了一个宴会厅。太谦虚了吧？就是，那不是我们年级第一的凌晨吗？哎呀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老爷子在主桌上，是那个样，过去吧。是谁呀、啊？就错林字最多那个。稍等一下吧，老师正在跟他们说话。稍等一下，哎，好，阿晨啊，你来了。老师。回来就好啊！生日快乐，补充维生素。哎呀，六个桃子！哎呀，这不是林晨吗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呀！郑东东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您这样的大忙人，哪能想到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同学呀？林晨啊，你给老师送了什么好东西？让我们也瞧瞧，桃子。老师寿宴你就送一袋桃子？嗯，刚买。陶真啊，你不是总喊着要见你林晨师兄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师兄你好啊。桃红色的指甲油，和他的打扮很不般配啊。师兄，你好。那苏老师，我继续去忙了。啊。嘿嘿，好好好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哎呀，你说他们送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？我登记一下价钱，让他们拿回去兑现以后再给我，我给他们捐了。这会不会不太好？你拎六个桃子来给我拜寿，怎么就不觉得不好了啊？可好歹你能带回家。凌晨啊，久闻大名啊，年级第一永远是你，从来不给我们活路。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高就啊？我之前在红井市实验小学当宿管。那老傅怎么说你在红井刑警队当顾问啊？这小子。对，这是刚卸任的。你这跨界跨的有点大啊。红井那个小地方的警察局，那可真是大材小用了呀。哎，谁都能跟你似的，年纪轻轻就能在科恩五岳当总经理。科恩五岳可是跨国财团，哎，你要是哪天当上了集团总裁，可不要忘我们这帮老同学啊！不容易啊，我们心理学毕业的本来就不如正统金融系学生吃香，而且科恩五岳可是海外那个邢家旗下的产业，集团总裁当然只能是邢家嫡系子弟，我是没希望喽。我天！我们都知道科恩五岳是全永川最好的五星级酒店，跨国财团，可不知道这跨国财团的背后居然是那个邢家。哎，不管不管，你要是真当了总裁，也要像今天这样请我们大家吃一桌，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啊。以后是不好说了，不过今天晚上我还是可以请大家再去喝酒的啊。哟，你小子说请喝酒，那一定是好地方。还好还好。凌晨也一起去吧。是啊，师兄也一起去吗？嗯。东东，说好了啊，等会儿喝酒你请，但你订酒店这钱我们还得给你。就是就是，还有住宿也请的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都这么客气啊？哎，对了，凌晨，你晚上住哪儿？师兄晚上跟我住。别开玩笑了，谁不知道我们永川大学教师公寓都是单人间？你真让你师兄给你打地铺啊？哎，东东，你看你酒店还有没有特价房，再给凌晨订一间，我
我们同学都住一块儿，也热闹。好，我问问啊。喂，啊，是我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今晚还有没有房？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酒店特价房都被这帮家伙订光了，只剩下湖景行政套房，原价6000，我给你打个6折，3600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，那行吧。哎，那现在啊，走走走，先开车去。哎，叔叔，坐个车。师兄，郑东这小子摆明了要给你难堪嘛，3600一晚上还打完折。哎，还有几个人没车啊？去住啊？住不起豪华酒店，难堪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还答应和他去喝酒啊？因为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这位先生，房卡请拿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不想打电话吗？林晨，这位是邢从林，警察。哦，郑东东，林晨的同学，也是这家酒店的经理。郑先生真是年轻有为。哎，也是替人打工而已。您是林晨的上司？是。啊、哦。哎呀，我说怎么没房了？原来是邢警官提前订走了。没有啊，我刚在酒店前台订的。前台小姐说还剩下很多房间，可以随便挑。那什么，邢警官，今晚还有公务没？要是没事的话，就跟我们一块儿喝酒去。你也去。是。好，那我也去。我去，这一车烟味儿。老邢，又出大案子了？你出这么多？从红井到永川，开车要4个多小时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。他一定是一下班就赶了过来，只能拼命抽烟提神。你实在不必特意过来，也不是特意来的，有点公事。老邢，你真是太够意思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刚才姓郑那小人说酒店没有特价房呢，非拿3600的湖景行政套房挤兑我师兄。哎，你说这么大的酒店还能没房了？这不是存心还能是什么？你开的那个房间好像有点贵，也太破费了吧。我认识的朋友在这里能拿到很低的折扣，连酒店经理也只能拿6折，折扣再低又能低到哪里去呢？林晨，杨典峰死了。什么时候？就是被抓捕之后押送的路上，警车底盘上被装上了吸盘炸弹，车上还有我的3位同事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案子？是。王超捋完了系统后台，发现有几条线索要递交给永川警方，我就顺道过来的。到了。嗯。啊，天人会所，听着就很贵。这地方消费会不会太高啊？都已经订好包间了，也没有多少钱，你们就放心喝酒。毕竟有些人也比较难得来这种地方。晚上好。会员卡那已经有预定了。郑先生，请稍等。怎么了？很抱歉先生，今晚的包间已经被钻石会员预定满了。你给我去查预定记录，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订。这位先生，真的非常非常抱歉，但我也真的没有办法。您下次再来消费时可享9折优惠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认识你们经理，我这就打电话，你等着。东东，算了算了，现实报。我看你们酒店也有清吧，我们去那儿喝点酒就行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本来大家聚会就是开开心心的事儿，没必要生气。哎。下次等我和你们经理吃饭的时候，会好好跟他提起你的。您请便，我也很希望我们经理能记得我的名字。
王经理，真是好巧。郑经理，邢管事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的包厢被占了，是因为邢家嫡系的管家来了吗？那女儿怎么不早说？是遇见了什么认识的人吗？他不是体验生活吗？怎么还到这儿来了？行了，马上给他们安排最高级别的包厢。是。是我，把天字号的包厢给刚刚的郑东东。去买一箱永川纯生，冰到八度，等下送过去。是。还要油炸花生。算了，还是我亲自去做吧。随便点，随便点，啊，千万别客气啊！这矿泉水也是三位数的，豪侄来杯低度的鸡尾酒吧，让师兄破费了。那我还是要苦艾吧，不知道这种会所的苦艾会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酒单。邢警官和林晨还有副教授，你们要点些什么？我不需要。林晨，你这样是不给老同学面子了吧？好歹喝点水呀。没有，觉得太贵了，不想郑总破费。哎，请老同学是应该的。给我来杯猕猴桃汁吧，看着挺厉害的。嗯，好，老傅，我给你记下了。邢警官，不需要喝点什么吗？我吗？来两瓶永川纯生。抱歉啊，邢队长，天人会所最差的啤酒也是猴儿哥的这种级别的。洋酒啊，算了吧。你好，冰镇永川纯生，油炸花生米。祝您用餐愉快。你说没房，可有人开了房。你说没纯生，可服务员刚刚送过来的又是什么？就算你有钱可以看不起老同学，可总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刁难人，真太没品了。那点好酒了，我就先点歌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小师妹开场了啊。杨天峰的案子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但此案的牵涉恐怕比你我想象的更广。王朝刚筛查完近半年的系统记录，有十几条非常可疑，或许涉及更多的凶案以及两桩悬而未决的抢劫案。杨典峰被灭口了，连带着三位警察，对方甘冒天大的风险也要这样做，理由一定非常充分。是啊，林晨啊，好歹大家同学一场，我敬你一杯，你给个面子呗。你还没这么有面子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，说谁呢？抱歉，今天有事先走一步。哎，师兄等等我。告辞。刚刚故意的。你不是说明天还要去永川警队，得早点回去休息吧？你把郑东东气成那样，就是为了早点回去睡觉？邢队长不能这么说，我是为了你。多谢林顾问。这才几点，老夫就熬不住了。我看他站那儿，腿都打颤了。他一直都不能熬夜。天也快亮了，既然咱们都送他到学校了，走吧，带你去附近吃早餐。
就在巷子里。郑伯。哎呀，阿晨呐、啊！老太婆，哎，看看谁来了？哎呦，你看你，这是多久没来了，一点也不想你王姨。当然是想的。两碗虾肉馄饨，还要点什么呀？再来一碗皮蛋粥，小笼包和烧麦各一笼。王姨，你再给他做一个鸡蛋饼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这家味道很好吗？是啊，味道很不错。我只在这里吃。是吗？这么厉害？不，因为这家店不收我钱。阿晨可是我和我家老太婆的大媒人呢。媒人？对呀、啊，之前我和我老太婆，我们一个在巷口开馄饨店，另一个在巷尾开点心铺。阿晨看出我们彼此互相有意思，就给我们牵的线。你是怎么牵的线？这小子可坏了。郑伯，我吃好了。啊，对了，麻烦您待会儿有空的时候帮我把王姨家的蒸笼还回去，我上课要迟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就这样给他送了一个星期的蒸笼，你说他小子是不是坏得很呢？快尝尝吧。吃好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走吧，去你学校里散个步。你不是说我最好不要进去吗？我是说你一个人的时候，现在有我陪着，当然就没问题。那走吧。你们校长一定不是一个生意人。嗯？这种地方，不收20块钱一张门票可惜了。也没这么夸张。能交出你的地方，当然好。出事了，是你先说要来的。走，去看看。夜里下落入学校时间，伸手拂去却迷了双眼，一颗糖药破虚伪舌尖，心侧也只甘甜，一盆花发出濒死哀叹，跌落时碎裂染红地面，一只鸟在光芒中折断，而灵魂依然勇敢，试探着靠近我此刻你明亮的那一双眸，一扇光一扇火炽热的耀目的传说，明明
句话能再拥抱之前。